嗨，大家好，我是茶叔。那苹果 WWDC 24的这个发布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刚刚从会场回来啊，会场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那这一次呢，除了宣布6月28号国行的 Vision Pro 正式在国内开卖之外，还有就是苹果对所有的系统做了最近几年来最大的更新，并且呢，苹果也真正在 AI 方面开始发力了。那简单的讲呢，就是接下来你所有的设备，包括 iPhone、iPad、Watch。还有 Mac 都会变得越来越智能，比如说你可以用图片魔杖的功能在你的备忘录里边自动去生成符合文档情况的这个图片，还可以在 iPad 上面呢直接去书写公式然后生成结果，甚至你可以直接修改里边的数据，然后它也会直接的呈现出来。那这么看吧，这个 Apple Pencil 现在也开始有点用了啊，除了画画之外， Siri 呢也能更听得懂人话了，你可以说哎，找出我妈妈在云南旅游的照片，它就会直接在系统里边帮你找出来。那还有一些呢，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功能，苹果也把它们都放到了系统里边。比如说，你可以进行一段文字的改写，你可以去除照片上一些不想要的人物或者背景。那还有文字生成图片的功能，甚至还有基于文字生成图片这个功能全新推出的 Gemoji 啊，这个可以自定义 emoji 的这个表情，这个可能在年轻人里边，或者说在很多的海外用户里边还是非常非常受用的。那如果本地实现不了一些你想要的功能，那他们还可以调用 ChatGPT 这样的外部模型来去辅助你进行回答。那我不知道对于这个 AI 方向你们的感觉如何呢，在评论区里或者弹幕里边咱们来聊一下啊。那在发布会的现场以及后续的跟其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大家都会觉得苹果这一次的 AI 模型呢是在意料之内，但并没有给大家更多的惊喜，甚至就连苹果他们自己官方啊，在这次开发布会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像宣传他们自己家硬件那样说最顶级的最快的最好的，对吧，这一类词全都没有，他们说的是这是一个初代的模型，他们这一次异常的低调异常的谨慎，甚至我看有的人说啊，苹果发布会开完之后他们的股价就一直在大跌。但是这次的苹果发布的 AI 模型真的如大家想的说令人失望或者说不够好吗？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一次苹果推出它的 Apple Intelligence 最大的目的，我觉得就是想把贾维斯啊，钢铁侠那个贾维斯装到每一个人的口袋或者设备里边，它是只服务于你的独特的基于你个人数据的私人的 AI 模型，私人的 AI 助理。这也是苹果为什么说它的大模型其实更多的是部署在本地的，部署在你自己本机上面的，以你设备的算力为基础去进行运算的，只有少部分数据可能会去上传到这个私有云去进行分析，那它里边也都是匿名的，它里边也都是一些不可追溯的无法记录 log 的，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使用你的设备。那区别于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ChatGPT 这个 AI 模型呢，它更像是一个公有的，所有人都可以访问，但是它并没有办法给你去做一些私人定制化。比如说你可以要求 ChatGPT 去帮你写文章，帮你去解答一些问题，但是 ChatGPT 并没有办法去调用你自己本地的软件，调用你自己本地的 App 去帮你去实现一些你想要的功能。比如说苹果的 AI 模型却可以做到你帮我找一下去年我母亲在云南旅游的照片，并且生成一段视频，这个呢就是苹果的本地化的 AI 所能够达到的特点，但是 ChatGPT 却没有办法帮你去达成。那发布会上展示的把 Siri 变得更加智能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最大的例子。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眼，在发布会上它演示了就是在自己系统自带的这个 App 里边去进行整合，然后咱们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让用户可以更简单的与你的设备进行互动，所谓的智能手机的下一代，我觉得大概的目标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了。而且在发布会和下午的闭门会议上也说了，这个苹果自己的模型定位其实就是专注于去理解用户的意图，那打通 App 之间的联动。那如果要是碰上一些不专业的，苹果自己本身做的不专业的，比如说像医学的 AI 模型、法律的 AI 模型，甚至一些其他的专业领域的 AI 模型呢，苹果是可以用调用其他的接口的方式来去实现的。那苹果 AI 的意义呢，其实并不是说要在你的手机上或者在你的电脑上去部署一个 ChatGPT， 你甭说别的，光算力它就解决不了，对吧，这不是一个小小的 哪怕是 M4 芯片，它也不是一个小小的 M4 芯片就能够实现的 ChatGPT 那样的算力。但是苹果它自己本身的意义呢，就是在于能够再一次去降低你使用苹果设备的门槛，能够更好的让你去实现
人机之间的一些智能化的交互，能够让你更简单的去实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想要在这个智能设备上去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说我要包罗万象的去解决你所有的 AI 问题。那说完了 AI 呢，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次几大操作系统的这个更新。那操作系统的更新呢，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安卓化，对吧？给用户的这个自定义的空间越来越多。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像 iOS 上面这个图标可以随便的摆放了，以后呢，咱们就可以把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照片直接放在这个主页面上，那也不会担心被其他图标所挡住了。还有就是这个 app 可以进行加密或者说隐藏起来了。但是他这一次重新设计的这个照片的这个 app 呢，我有一些小疑惑啊，因为我在发布会上听了半天，我感觉没有听懂，或者我觉得跟我现在的使用习惯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于后续去进行进一步的验证。那 AirPods 呢，更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点头 yes 摇头 no， 点头你就可以接听电话，摇头就可以把这个电话挂掉。但是呢，目前只有 AirPods Pro 2才支持，那以往的 AirPods 呢其实都不支持，这一点稍微有点刀法。 iPad 终于给了计算器了，苹果也像他们之前说的，这个不是单独的给出来一个计算器，而是给出了一些更多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用 Apple Pencil 去书写你的计算公式，后面就可以直接得到答案。那如果你要是修改了一些公式里边的数据，它也会直接去给你生成。那当然我觉得其实最好用的呢还是 iPad 可以实现远程的这个遥控。那这个呢，对于像给父母去买的 iPad，你有离他们比较的远，他们出现一些使用上的问题、设置上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及时在他们身边去给他们处理的时候，你只要通过这种遥控，就可以在你的本地去帮助他们去遥控这个 iPad， 去设置这个 iPad。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 macOS 的更新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可以反向去遥控 iPhone 了。那在上面我终于可以不用每次都掏出来 iPhone 再去遥控我的特斯拉了，直接在 Mac 端就可以实现了。那这一次发布会呢，其实并没有发布任何的硬件的产品。那我们想，在硬件的这个芯片制程已经接近于物理瓶颈的这个情况下，各家厂商肯定都在去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道路。苹果 AI 现场演示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英文的语音语义以及这些英文的处理。那在中文这种博大精深的语音语义的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真正能够让 Siri 做到智能而不是智障？我相信苹果真的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去走。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苹果 AI 的方向，基于独立个体，基于本地化运行，保护用户隐私，并且呢软硬件打通的这样的 AI 模型，可能是目前看来一条最佳的这个路线，去实现服务于你个人的，服务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的 AI 贾维斯啊，这可能是目前看来最好的一条路了。但是就如苹果在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那苹果的 AI 呢，目前还是一个初级的版本，效果呢可能也不尽如人意，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去进行完善。就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乐意给苹果这一段时间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茶叔，咱们下期见。